Swiftly 再帮各位同学删减三题一，险题库一共就168题，最高频。想要在4月份题库最稳定的阶段，赶紧冲一把，拿到 PT 目标分数吗？如果你也想的话，这一份地表最强 PT 整体预测可千万别错过咯。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PT 大西瓜的 Jack 老师，欢迎各位同学收看 PT 大西瓜地表最强 PT 真题预测的每周视频讲解版本。那本期真题预测所覆盖的范围呢，是2024年的4月3日至2024年的4月9日。所以如果各位屏幕前面的同学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或者未来非常近的一个月之内要去参加 PT 考试的话，那这一份地表最强唯一份帮你拿掉了那些不计分 C 顶级的真题预测，就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起来咯。OK， 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各位同学最关心的部分，咱们的 Reference Dictation 呢，本期预测帮各位同学删减掉了三个题目，也就是现在各位同学咱们的最高频一共就只有168题了，赶紧把这168题好好的准备起来吧。但是呢，也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本期预测呢还有一题疑似积分的题目被我们放在里面，各位同学呢如果有余力之余，可以把这个疑似积分的题目稍微的看一看。如果接下来各位同学有在正式考试当中考到这道题的话，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多多的反馈和回馈咯。 OK，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SST 这个部分了。 SST 呢还是51道题目，超级的稳，超级的稳，没有任何这51个题目之外的题在现阶段的积分题库当中出现了。所以各位同学还等什么呢？赶紧去把我们最新版的 SST 轻松记下载下来，认真开始背诵和对应的练习吧。 OK，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SA 和 SOT 这两个重点写作题型了。同样本期预测没有任何新题的新增，我们的这一个 SOT 呢还是59个题目，我们的 SA 呢还是41个题目，尤其是这个 SA 啊已经稳定了非常非常非常长久的一段时间了。所以各位同学们赶紧了，好好准备一下好不好？41个题目答应我做到完美。那再往下走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口语和阅读部分了。本期预测呢在这两个重点题型当中并没有任何新题的新增，那相对来说题库依旧非常的稳定，希望各位同学呢可以利用现阶段题库这么稳定的这样一个周期认真备考 PT， 赶紧冲一把，在考试当中拿到你的目标分数哦。那我们就下一期真题预测的视频讲解再见咯，同学们拜拜。关注我，没人比我更懂 PT。